参考消息网3月23日报道，日本时报网站2月26日发表了美国退役海军上将、曾任北约的军事指挥员的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其为地当量和武器构成极高的威胁的文章。摘编如下，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他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力作《梦游者：欧洲在1914年是如何走向战争的》一书中写道，这些主角是梦游者，他们戒备而又熟视无睹，被梦困扰，却对自己即将带给世界的恐怖现实视而不见。当久负盛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8日结束时，许多长期观察人士普遍的感觉是，我们正在一次梦游般走向一场没有人想要的冲突，这一次用的将是核武器。在这次论坛的谈论中，既有美国参议员明塞格雷厄姆建议的设立一处欧洲版关塔纳摩湾来关押数以百计的叙利亚极端分子，也有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挥舞一块伊朗无人机碎片时对伊朗外交部常发出的你认识这个吗的质问。那会议结束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那种如今在形势的逼迫下似乎不断变化的国际机制，在战术性分歧20世纪初的时候是巴尔干问题，而如今是叙利亚和中东问题的刺激下，大中体量的强国越来越多的发生争执。地中海东部充斥了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伊朗、叙利亚和北约成员国的海上巡逻舰艇，俄罗斯与西方角力不断，关系难转圜，北极冰层正在融化，随着大量航道在越来越长的整个北极夏季中被发现，地缘政治野心获得实现的急剧上升，一众北约的和欧盟国家加拿大、美国、冰岛、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将隔着漂浮的海冰与俄罗斯联邦对决，建造破冰船的竞赛已经打响并且正在进行，而只拥有一艘规模是与航海的破冰船的美国处在了落后的位置。最为糟糕的是，又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我们实现对核武器看法的正常化，俄罗斯将继续打核武牌，美国继续升级其武库，并且正在开始谈论利用海上发射导弹投送战术核武器，这将使目标过难以分辨常规攻击和核攻击，这是一个打破平衡的错误。所有这一切加上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态势评估报告，以及7000亿美元防务预算和计划对外交、发展和对外援助进行 30% 的削减，使得任何观察者都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们正在为一场大国战争制造依据，我们能为避免滑向一场具有潜在毁灭性的全球冲突做些什么。更好的聆听各方领导人在慕尼黑会议上各说各话的情景，强化了减少通信路径的发射策，以便有益于接收更多信息的需要。在慕尼黑，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和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描述乌克兰东南部的战争，波罗申科把一面破旧的欧盟旗帜当作斗篷一样挥舞，恳求欧洲为了他的国家保持门户开放，拉夫罗夫则温文尔雅的把责任都归咎于北约，谁都没有听到对方的一个字。修复这种断裂不能仅仅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还要通过借助于学术机构、智库、会议、体育外交和其他软性途径的第二轨的外交。而且尽管人们有时对联合国失望，但它至少提供一个进行谈话的有凝聚力的论坛。大概是丘吉尔曾经说过，喋喋不休的争论总好过战争，他说的对，致力于军备控制，所有国家在军备控制上都有既得利益，军控减少开支，建立信任和增加透明度。尽管多项主要努力陷入停顿，包括限制战略武器系列条约的后续，但是我们可以开始进行有关海上巡逻和互动，减少军机相撞可能的程序，
飞机地区非军事化以及管控基于太空的进攻性系统等问题的相对微观的讨论，加强饱和扩散。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说过，根本不存在战术和武器这样的东西，和大国必须联合起来，以避免了更多国家加入核俱乐部。这将要求情报分享、阻断放射性材料、不止和知识和科学家的旅行，以及联合国制裁的组合。最终，我们很可能能够化解任何的常规对抗，一旦冲突变成核冲突，它可能变得无法遏制。当马克思说，历史总是在重复自己，先是作为悲剧，然后是作为闹剧时，他的意思是不从先前的失误中汲取教训将是令人可笑的。这里指的是一个世纪前的错误。克拉克在《梦游者》一书中相当明确地预见了正在朝我们走来的东西。他写道，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两极稳定体系已经让位于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的力量阵列，包括衰落的帝国和崛起的大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德国外交官沃尔夫冈·伊辛格以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了这种状况，他说，世界已经更加接近于发生重大国家间战争的边缘，太接近了。这又与1914年的情形相似，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拥有核武器。资料图 B61 战术核弹，彼得大帝号满载排水量 2.7 万吨，全长252米，全宽 28.5 米，吃水 9.1 米。全舰搭载有两座核反应堆和四台蒸汽轮机，最大航速可达32节，采用核动力航行时可以20节航速无限制航行，仅受舰上待的给养数量限制。图为基洛夫级模型多视图。作为全球单舰搭载导弹数量最多的战舰，彼得大帝号搭载有众多防空、反舰、反潜和近防武器。本图展示了基洛夫级舰首的武器配置，很少有第二种战舰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布置如此众多的火力系统。在其搭载的众多武器中，杀伤力最强的要素布置在舰首甲板垂发单元中的20枚 SS-N-19 俄军编号 P700 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导弹，即右上小图。其最大射程55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 1.6 马赫，可搭载50万吨 TNT 当量的战术核弹头或750公斤高爆弹头，有航母杀手之称。图中可见其中一个垂发单元已开启舱盖。本图详细介绍了基洛夫级的武器系统分布图，图为 SS-N-19 垂发导弹系统近距离特写，图为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导弹发射瞬间。该舰的最强防空火力由12套 SA-N-6 里弗远程舰载防空导弹系统组成，每套采用8连转筒式垂发系统，共备弹96枚。SA-N-6 防空导弹是陆基 S-300F 防空导弹的舰载型，最大射程150千米，可同时拦截多个目标，包括敌军战机、反舰导弹。图为已开启覆盖的 SA-N-6 垂发单元，图为其中一座里夫转筒式导弹发射筒的基座旋转机构特写，采用类似左轮手枪的转筒式设计，是为在短时间内发射多枚导弹，缩短交战反应时间。图中可见记者与导弹发射筒的尺寸对比，凸显发射筒的巨大。 SA-N-6 导弹发射瞬间，其采用冷发射方式，即借助辅助动力把导弹从发射筒内弹射出去，在导弹到达一定高度时再点燃主发动机的发射方式。除上述大杀体外，彼得大帝号还搭载有六座卡斯坦弹炮和一近防武器系统。除防空反舰武器外，彼得大帝号还搭载有两座五连装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分别布置在左右两舷，采用可收放式射击。左小图，可发射53型重型鱼雷或 SS-N-15 反潜导弹。彼得大帝号在舰尾还有一座 AK-130 双联130毫米舰炮，用于消灭水面目标。AK-130 双联130毫米舰炮特写，
图为另一张记者与 SA 探恩抗油导弹发射筒的对比图。2017年10月26日08:44图为海威 M1 型袖珍潜艇。海威 M1 型袖珍潜艇可容纳两名艇员，用于隐蔽运送海上侦察和破坏小组。图为825地下基地的平面分布图，可见大部分设施均位于挖空的地下工事内，外界很难通过卫星或航空侦察发现该基地。地下潜艇基地入口克里米亚半岛基地群分布图，可见825基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基地内的局部图之一。可见厚厚的合金防爆门，从设计上应该是可以抵御重型航空炸弹或战术核武器产生的冲击波。冷战时期的825基地外部资料照片，可见停泊有多艘苏联海军潜艇和水面战舰，还有浮动船坞，可探出该基地的重要地位。基地内部通道位于基地内部的潜艇船坞。冷战时期，苏军潜艇可通过专用水道开入基地内进行维护。基地为方便观众想象当年的场景，还专门放置了一艘缩比利的潜艇模型，从这个角度就能联想出当年潜艇在这里停泊的场面了。另一角度拍摄的地下潜艇船坞之一，游客可以体验一把水上游览当年潜艇船坞的感觉。基地内还用穿戴和生化防护服的人物模型，又增添了不少冷战氛围。图为该基地的最大亮点之一，核弹头储存仓库，可见前方还有一个专用的牵制防护门，能大幅降低放射线对人员的危害。基地内还原苏联老式柴电潜艇内部的场景。另一角度拍摄的地下潜艇船坞之二，基地外部宅区还有一架雅克夫38短锤战。